刚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知道好像有一个人要上来，然后被我们的喷火兵给喷了，是这样吗？你们不准杀我喷火兵！说了不许杀我的喷火兵，那你也不能杀我啊！你说是不是？你们这样太过分了。Holy shit！ 欢迎来到 Battlefield， 各位，欢迎来到 Battlefield One。哎，我们今天来用点比较不一样的这个枪，我想要试试看算是一个小主题吧，就是用一些比较少有人用的枪，像这一把 Russian 1895。请注意，这把不是这把枪有特别，是我用的版本。No， 我用的版本是这个壕沟战版，所以这个版本我觉得应该蛮少人用的。其实我最喜欢的这把枪的版本是骑兵身上的那个版本，但我觉得那个版本好像跟壕沟战是不是一样？我因为你没有办法真的去比较哦，因为其实你是看不太到那个骑兵版的1895的。这个数据的，这个里面有个人，然后他放了一个半锁陷阱在这里，然后这位兄弟完全没有想的就去触发他了，我只能说不是很明智的选择。他死了吗？似乎是死了，我们重装一下。那我们的配枪是也是一把非常有人少用的这把 Bodio 1889，这把枪需要重装特别的久，谢谢你给我回血，特别的久，就是久到你会想要自杀的那一种久。哎。我们这边有一点焦灼不下。Oh my god！ 亲爱的队友，你一直在……Oh my god， 小杰，你瞄的可以啊。各位，你们千万不要看刚刚我瞄的那样，真的太丢脸了。你们可以不要看这个频道了，这个频道的实况组是一个不会瞄的菜鸟。Oh my god！ 我听到了一个散弹枪的声音。毒气 ，shit！ 怕蹲下，我们旁边有人，我知道。Oh my god！ 我什么都看不到，他们应该也看不到我吧？可以把这东西拿下来。No， 我背后还有一个人，是不是？啊，那边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所以刚刚那是哪里？那是第一点，我们没有办法存过去。我们再丢一，所以我们重生到一吧，看我们能不能把一保住。第一是应该留不住了。对，人在哪？在那边，在那个，应该是在那里面。哦，他要出。
是男的名字。喂，我们来追踪这个追杀这个人。他哦，好吧，他已经死了，浪费我们一颗手榴弹。我应该要相信队友的。我一看到队友的那个图标不见，我就想说他应该不在了。我们还是继续抢 D 吧，这是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。Nice， 队友把他解决了。Holy shit！ Goodbye。哎，那边有一个人看着我 ，shit。让我想想我们可以怎么做。Oh my god, guys, what the fuck was？Yes， 我是这个游戏专业玩家。我的瞄准能力是一向是远近驰名的，各位，不要怀疑，真的不要怀疑。这个是不是 ？Oh my god！ What the fuck？ Oh my god！ OK， 我们还要继续抢 D 吗？还是我们去抢 C？ 你知道我是一个固执的男人，我就是要抢下 D， 不抢下 D 我不高兴。对，但是我们虽然固执，但我们不是无脑，我们要思考。我们要思考怎么抢D是比较简单的，或是比较可以成功的。他们现在在房子里，然后 ，Oh my God， 射得好，你射得非常的好，你好像刚刚重生而已吧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他杀了我，我称赞他。旁边是不是有很多人？我炮坏了。No， goodbye。哎呦，旁边还有人，太混乱了这个地方。OK， 我开始觉得我是不是应该 ？OK， 我放弃了，我们连一都丢了。各位亲爱的兄弟们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你们会把一也丢了呢？OK， 让我们来看一下，大部分的人，我们需要。哦，拜托，告诉我们的人抢到那个坦克猎手，不要让敌人抢去了。偷偷的 double kill， 但是还有很多敌人，我们还有很多人要杀。希望是我们队友抢到那个坦克猎手，要不然的话就麻烦了。Oh my god, what the fuck,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啦啦啦啦啦。OK， 把一站下来，我看到我们队友拿到坦克猎手，所以我非常的欣慰。让我们看一下那边，没有太多的敌人，但是我们的背后有敌人，所以我们往背后去吧。这房子里好像也有很多人。What the fuck？ 这把手枪 好准啊，各位！这把手枪是游戏里最准的手枪，没有之一。真的，相信我，你们要信我，我不会骗你们。是不是有人要进来？是的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刚刚同一个那个人，但是他又进来了。Oh my god！ 嘎嘎嘎嘎！
No! 哦，有人来了。Where are you? Where are you? Where are you? 慢 ，No， No， 这把手枪好不准，而且他的伤害没有我想象中的高啊！我以为那个人残血成那样子了，我应该打他一枪会可以死了的，但是 Nope， 人总是想的太多，你们说是吗？他还在这吗？他死了。哦，有一个人哦。血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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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血 ！Goodbye, goodbye, goodbye， 那是队友，你不要吓我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我不会再唱歌了，相信我，我觉得我唱的够了。Oh my god, what the fuck？ OK， 我不想待在这里了，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恐怖。No！ 哦 Oh my god， 他死了！重装，重装，重装，重装！Shit！ What？ 哦。呼！我们盲狙到他了，但不足够把他打死。各位，滑行击杀，准备。哦，不对。Oh goodbye， 不是他，那他呢？他在楼上。喂。经过了一番周折，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房子。你知道，人生就是不断的重演。No， 谁打我？啊，我们没有信号弹，我要要求一些子弹。说真的。No dice， dice， thank you。No。No， 我第一发没有打中。各位，我跟你们说过，我的瞄准能力是远近驰名的，说了你们要相信。我不想用这个 K 弹，我在这个地图，我觉得好像没有遇到什么坦克，可能对面没有很会玩坦克的人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半锁陷阱可能有用的多。刚刚在房子里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如果有半锁陷阱的话，一切都会简单的多。跟你的头说再见。哎，重装哦，飞行员，希望他没有那个。Holy shit! What the fuck? 他死了吗？各位，我觉得他死了，你们觉得呢？天哪，你不要叫的这么凄惨，我会害怕。喂，各位，我们去低点嘛。我们男人可以一时为了生活放弃梦想，但最终还是要回到梦想，回是要实现梦想的。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实现我们抢下低点的梦想。哦、oh, ，no no， 我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了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，我是好人，在飞剑凡。哦嗨！话说各位有没有看那部新的电影叫做《La La Land》？我不知道台湾翻译什么，香港这边还有香港这边翻译叫做我有点忘记，香港翻译特别蠢的，对。然后大陆的翻译叫做《爱乐之城》，因为我现在人在香港嘛，所以我不太知道台湾翻译这一部叫做什么。通常我都是用英文了，我看电影现在都不太看它中文的名字了，对我来说。就是看英文。我们终于，各位，我们的梦想，我们的梦想就要实现了。我们的梦想，我们要站下低点。
你知道我的人生，我的人生马上就要完整了，我的人生就要完整了，我的人生在倒数十秒之内就要完整了。是谁把我的搬锁陷阱给触发了？哦，我们的人生完整了，现在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梦想，保护我们的成果，保护我们的成就，不能够让别人毁了我们一手建立起来的伟大基业。这边有一位兄，哎，还有。有毒气，我们会被压制，所以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。我想要补一些信号弹啊。看来还是不要补信号弹比较好，这么多医护兵应该会救我吧？没有错，救我，救我，救我，我就可以干掉那个人。Good， 你惹错人了，兄弟。No dice, please。What？ 请问我到底要怎么瞄才能够打到这个人？他是死了吗 ？What the fuck？ 贵，我觉得他死了，我们过去 check 一下，要不然没有道理我这样都没有打到他。What？ 哦，对，他死了，我还以为那是一个石头。哈哈哈。哎，我们来看能不能侧击一下这些人。Oh my god， 那是一台火炮装甲车。我没有 K 子弹，所以各位你们加油。他是不是看到我了？No！ No！ No！ 这个家伙，我们这个主人公，他不知道把枪举得比土还要高吗？他明明枪口都抵着地板了，为什么他还要？哎，算了。Battlefield Dice 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，这种小细节他没有注意到。也是情有可原的嘛，虽然说我觉得一个正常的人都会知道要把枪拿得比地还要高，但非常明显我们这位兄弟他不会。什么东西在射我们？他死了。坦克，我们今天一直在射死人，是射死人，不是射死人。Shit！ 帮我们，在我们死之前帮队友探一下 B 点的人。乌拉 ！No！ No！ 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 ？OK，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 D 点，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男人应该要做到的。快快快，让我重新到我的低点，我心爱的低点。Oh goodbye！ 对，只有一个突击兵，应该很好解决。Oh shit， 我们打到人了。No。我觉得 We are losing objective No， 他在哪里 ？What？ 这位兄弟，我佩服你啊！他在这里，各位，他在那里。No！No！ No！没有人可以杀死他了。
哦，终于有人发现他了。他们早上在射他，他死了吗？请问一下，他死了吗？他应该死了。他们都转身不理他了，他应该是死了。你知道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毅力，跑到那样的一个地方去。Holy shit！ 我还以为那是敌人。No！ 哦 Oh my god！ 我需要血。No！ 你知道，当你以为你逃出升天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就会有一个东西叫做火炮装甲车来把你打死，然后又会有一个人叫做 QDB9951， 然后他会帮你把你的人生重新注入了希望，重新注入了阳光，让你最相信人生是美好的。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子，有好人有坏人，有高潮有低潮。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对你们的人生能够有所启发。OK， 我们现在应该站什么点？我们应该……哦，我不是队长了，我可能太久没有给命令了。Slide， 哦，啊，我还想要一个。我们这一场的目标是要拿到一个滑行的沙，我们必须滑行盲狙开枪打死一个人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目标。背后有个人 ，No！ 哎，为什么你是满血呢？如果你不是满血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杀死你了。还有那个人从哪里出来的？居然都没有人发现他哦！他们遭受攻击，我们不要存在那里了。有些时候，人就是喜欢作死，看到他们遭受攻击了，就觉得妈没关系，我还是可以藏在那里。然后结果就是死得特别难看。可我们趴下一下，前面有蛮多敌人的，我们心爱的敌点正在遭受无情的攻击。他们都在房子里，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。我们的那个信号弹居然射到了一个人。我们需要再等一些队友过来，我们再被破炮，所以我们必须转移我们的位置。来哥，我们看能不能从 ……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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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先保证我们的一点不会丢，不然我们会被从背后反杀。到那个时候，哦，他死了。到那个时候就不好看了。对，我们，我觉得我们还得清空一下这里。看起来似乎是没有敌人，他都在破炮了，看来这边是没有敌人。OK， 我们看看能不能从这个地方过去，保护我们心爱的地点。我们在这里买一个这个，我觉得这个会是个不错的地方，会有人走过去。No！ 啊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 ！Oh, 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死了！这位队友 QDB， 你是我的恩，你是我的恩人，你是我一辈子都会记住你的恩人。我开始觉得我们需要 case 弹，不然那台方。这些飞机在干什么啊？这飞机不是一个这个很便宜的资源，他们就这样为了不知道打什么，那边都没有敌人，他们就这样冲下来，然后飞到地板里面去，就这样浪费了我们一台飞机。Oh my god！喂，各位。
当我们人达成了一个目标、一个梦想之后，我们不能够停，不能够裹足不前，我们必须要寻找新的目标。我们新的目标就是。我们新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拿下 B 点。这把枪有很快的射速，但是它有非常可笑的准度。我们背后有个人，算了，太远。重装。有人踩到我的半锁陷阱，不知道是哪里的，然后他死了，恭喜你。哦，又一个人。No。Holy fuck！ What？ 这又在哪里？哦呦，这里有个人啊！救我 ！Yes。Where are you？ 他死了吗？会他死了。我需要补点子弹，补点信号弹。各位，我们曾经的梦想又失去了。哦，让我们在这里埋一些半锁陷阱。哎呀，不能埋了。哦，哇，就这样就结束了 ？No， 998-1000 ，Oh my god！ 我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分数。Oh my god， 998-1000，我们打24-12，2-1，其实我觉得算差，可能是因为，我也不知道，可是这把枪，其实我觉得这把枪还蛮好用的，这可以啊，其实我觉得这把还蛮好用的，其实，带着我们的配枪，这把 Bodio 1898吗？还是什么东西的？太难用了，还是1889，随便，那一把实在是它的准度、它的重装速度、它的弹夹量六发啊！我觉得那把枪真的，我不懂为什么会有人用那把枪。Hello， 大家，未来小 J 在这边，感谢你们今天收看这个影片。那请在下面的留言告诉我，你们下一次想要看我带哪一把武器、哪一把配枪，配上什么手榴弹。然后配上什么样的配件，还有近战武器。然后，如果你看到有人跟你要求的类似，或是你觉得他这个要求的组合非常的有意思的话，在下面帮他留个赞，我们挑选最多赞的那一个组合来给大家带来下一段的影片。OK， 如果想要难为我一下也没有关系，但是看你们咯，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